这个有不简单的这个地方哈、哦，来医疗上的贡献，以后哈、哦、历史上会怎么记载？历年来每年透析人次的比较，可以发现从1994年到去年为止，已经到了12000，将近邀请到大家来一同见证金门医疗另外一个里程碑。透析中心揭牌仪式开始，请揭牌。来宾，金门医院透析中心正式启用。增加到24床，而且它的空间的宽敞，它跟设备的吸引程度呢，远超过以前。所以医学中心的规模，它的品质，那目前的服务量大概一年可以服务到12000人次左右。硬体的设备包括工程，以及里面的一些仪器设备，大概逼近于2000万。非常感谢金门县政府对金门县乡亲的一个洗肾需求的照顾，让我们有一个更好的一个洗肾的环境。祝你生日快乐！祝你生日快乐！